我从小在香港长大，12、13岁就出来鬼混，15岁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。什么叫正式加入黑社会的帮派呢？杀鸡头、拜关帝、滴血为盟，表示我是属于这个组织又忠于这个组织。我参加的黑帮叫14K，在黑社会里边很多的活动，其中一种就是吸毒贩毒。早期出来混，我们的老大说千万不要吃白粉了，吃了白粉了连混都没有资格混。可是时不与我，玩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被肯定就去试试看。我有个观念，我不会上瘾的，我不会这么笨，他们会上瘾戒不掉，我不会上。越说不会上瘾的人越会上瘾，我不会继续再看，他就继续再看，我不会继续再吃，他就继续再吃。他那一个自我的信心呢，是不可能去掌控自己内心私欲的膨胀，撒旦的试探。结果我吸上，吸毒就是为了被认同，吸毒就是好奇，吸毒就是不信邪。你说吸毒跟不信邪有什么关系？一个人吸了毒很邪门的，我邪到一个地步啊，偷啊、抢啊、骗、贩卖毒品，卖血去吸毒，抽500cc 的血卖80块钱的港币。有人说这种血还能用吗？不能用了，血毒啊！这是，这种血能用吗？能，什么人用？就是做生意的人，他给80块钱港币给我们，他卖出去卖几十倍，他管你什么人呢？他只要输血给别人，他就赚很多的钱。那么吸毒卖血很惨，父亲把我赶出去，不承认我是他的儿子，登报跟我脱离父子关系。我的母亲呢更痛苦。我的母亲是一位传道人，有人说哇，传道人的孩子都吸毒吗？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。我的妈妈很痛苦，在那个村子里边，传道人家在背后指着他来骂，臭教师，不要再向我们传耶稣了，如果你真的要传，先向你那个吸毒的儿子传吧，流氓地痞。我妈妈有一次迎进家门，扑通跪在地上，儿子，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，你一个人吸毒我们全家都受害，全家都痛苦，你叫妈妈怎么活下去？我听了妈妈这么讲，非常的难过。我也跪在地上求我妈妈说，妈妈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想再去吸毒。毒瘾发作的时候，上吐下泻，忽冷忽热，起鸡皮疙瘩，内心里面好像几千根针在戳，几千只蚂蚁这样，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，几乎是要爆裂，没有一口毒会死的。所以当妈妈跪在地上，我也跪在地上的时候，毒瘾一来，最毒的地方就是连妈妈都不要，掉头就去吸毒，吸完毒再回来向妈妈认错，周而复始，这个叫心毒啊，心毒难戒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觉得人生太痛苦，我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，我就自杀。我自杀的方法就是吸很多的毒品，给他忙忙忙，嗨嗨嗨嗨到不要醒来，就这么死掉就好。我自己发明，在我们的吸毒的人身上叫安乐死，我就想给他不要醒来，给他忙。可是那天晚上忙不起来，又加酒，结果我从四楼滚下来。如果你近看，我的眼角旁边这边是爆裂，眼骨都掀开，下巴分裂，牙床都歪掉。在医院一醒来，我看到我自己那个脸好像鬼一样。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从此不再戒毒，因为戒不掉。不是从此就去戒毒，是从此不再戒毒，戒不掉，看怎么死吧。过量死掉也好，我打死别人也好，别人打死我也好，坐牢坐到死也好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贩卖毒品，突然间有人来敲门。我一打开门，三个人冲进来，两把刀子架到我颈子上，把我叫到半山上去。他们说，今天晚上把你老大的电话告诉我们，他要敲我老大的家。那我心里边想，我是受过流氓教育的。什么叫流氓教育啊？就是要够义气啊，不要出卖老大。所以我死都不讲。结果他们就把我压在地上，用那个榔头啊打了我肋骨，断了5根。旁边有一个人拿了个铁条啊，我打，我怕我的头被打爆，我就拿手去挡啊，挡到我的手当场被打断。看到这样子关起，最后他们拿两个铁钩在我面前晃，他说今天晚上不杀掉你，你要废掉你。怎么废？插进我的脚踝筋，一扯就是挑脚筋。所以香港最流行的一种叫挑脚筋，用那个
两个钩子一插进去一扯，我就一辈子白卡了，残废，很怕。可是心里面有一种想法，不要出卖老大，出卖老大我会被老大打死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，死都不讲，要跟我一起。那就说明教育的力量是很大的，不过看你受什么教育。当时他们看我这样子这么刚硬，突然间旁边有个人拿玻璃瓶子啪一下敲碎，在我脚面上慢慢的疙疙瘩都裂开了，现在还有这道疤痕。但是 我真的感谢主，我的脚被割裂了，可是我的脚筋没有被割断。我昏迷了，有人报警，警察来把我带到医院。在医院一醒来，依然看见我的妈妈跪在床边为我祷告。我的母亲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：孩子，不要想着去报仇。他说，恨是不能够解决恨，唯有爱能够弥补恨。然后他说，妈妈爱你。我心里面想，妈妈你不要说爱我，因为你爱我我也戒不掉的，爱我我也戒不掉，所以我既感动妈妈的爱，又内疚妈妈的爱。我心里面想，不要说爱我，爱我我也戒不掉，就是吸毒者最痛苦的地方。很多人想帮我们戒毒，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吸毒的心理。我的母亲说，儿子啊，妈妈求求你吧，求我也没有用。但是他这个祷告最后的一句话说，妈妈爱你，耶稣也爱你。从小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，去教会吃饭之前祷告报佳音，就是参加这个活动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耶稣是谁。我以为我是个基督徒，完全不认识主耶稣。直到那一刻，我的母亲说，耶稣也爱你。我心里边想，耶稣在哪里啊？看也看不见，摸也摸不着。但如果耶稣真的爱我这种人，我需要耶稣的爱，去哪里找？母亲把我带到香港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。世界上有很多种戒毒的方法，有环境戒毒，有医疗戒毒，有心理治疗戒毒，还有智商戒毒，教育戒毒，亲情戒毒，司法戒毒，什么戒毒都有，但是都不能彻底帮助一个人。因为毒这个议题不是生物的问题，不是社会的问题，它是一个生命的议题。没有人可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只有福音戒毒是最彻底。所以晨曦会当时早期啊，是我从事这个工作，在香港71年，台湾40年，47年前，我们福音戒毒的口号是：不用药物，不凭体力，只靠耶稣，只靠祷告。还有人说这是天方夜谭呢，什么只靠祷告就可以戒掉了吗？真的可以戒掉。信了主，很高兴。可是社会生活不容易改呀、啊，朋友一来啊，面前一样了，他就去了，诱惑太大。社会关系也建立不好，一个吸毒人跟人家不好的关系，太了解我，我又不喜欢，我无所遁形；不了解我，我又说你没有爱心。所以要重建这样子的生命，不是讲一讲就可以的。但是在福音戒毒的里边，神福音的大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边呢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跟神有关系的生命，就慢慢在生活关系含有的社会行为上边慢慢的改变。那最少要3、5、7年的，不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，3、5、7年的过程，我才曾经到7年的时间受福音戒毒的训练。后来神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呼召我的生命，回头之后兼顾你的弟兄。我在美国，我是被送去美国福音戒毒受训的时候，我读到一段圣经，路加福音22章第31节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塞你，像塞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我读了这句话，好像对我说，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，意思就是不吸毒之后，那是应用哦，再去帮助吸毒的人。我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在哪里呢？主很清楚给我一个意念，你的弟兄在吸毒啊，你的弟兄在流浪啊，你的弟兄在坐牢啊，你去告诉他们耶稣可以帮他们戒毒。所以我被改变，用蒙召之后，在香港服侍7年，到台湾40年，到泰国金三角服侍也是40年，成立福音戒毒，美国20年，加拿大20年，
加拿大分多伦多跟温哥华，英国还有到中国30多年，缅甸28年，在这个宣教的脚中，今年是台湾的第40年。我常常想到一节圣经，就是生命记第8章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，那个大标题上面写：当纪念耶和华，这40年耶和华没有使你走路走肿你的脚，没有使你穿破衣服，当纪念耶和华。我40年前结婚，10天到台湾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牧师他是飞机工程师，他提早退休来从事戒毒。他怎么差派我们呢？给我们3000块钱港币，2对夫妇，3个小孩。他站在讲台上面的差派是怎么差派？你平平安安的去，不行再回来。你敢这样子被差派去吗？但是他是爱我啊，他怕我这个小子刚戒毒啊，没有信心。他说：“你放心，平平安安去。”感谢主，我一去就在台湾40年，见习台湾，放眼世界。我戒了毒之后，有2个很真实的见证。那个杀我的人，我很恨他。我找他找了20多年都找不到，他怕我报仇。我现在给你看看这个杀我人的样子啊，下一张麻烦你，就这个人在香港实施给台湾做联邦，我找他20多年都找不到，是个非常凶狠的角色，带3个人，一打开门，啪，我把刀架了，跑不掉，打得我这样短，几乎要我的命，我非常的恨他，搞得我很没面子。戒了毒之后，我什么人都爱，就是不爱他。我没有办法爱他，我说不恨他就好了，还要爱他。我说主啊，我不是耶稣啊，我没有办法。耶稣吩咐我们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做得到，但圣经说你若有愿做的心，主必成就。你不能做，耶稣吩咐做，但你有愿意的心，主就赐你。不能够做到又有愿意的心，主就赐你有能力去做。后来我在服侍的里边越来越经历主的恩惠，主的爱激励我回头兼顾弟兄，他也是我的弟兄，不能够漏掉一个。我就回香港找他，结果在深圳找到他。找到的时候他也怕我，我也怕他，他怕我报仇，我怕他跑掉了。这个在深圳，在下一张，他的女儿11岁，很喜欢吃芒果，爸爸吸毒，很爱女儿，没有钱给女儿。我看到女儿，她很怕我害她女儿，但是我就向她做见证啊。再下一张，她女儿很喜欢吃芒果，我跟她讲耶稣的见证了，唔同我讲耶稣，唔同我讲耶稣，我周围要同你讲耶稣，但是我怎么讲呢？不是嘴巴讲就可以，我就用一个行动。我观察到爸爸很爱女儿，女儿很喜欢吃芒果，我每次去就买芒果给她吃，买到她了，哇，真的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张。后来他跟我做好朋友，接纳我，有点信任。不过也是因为有钱，每次问我要钱我就给他一点，给他第二次我就不给了。我回去台湾跟我太太说，我心中有个感动，这个孩子是世界上最孤单的，他现在爸爸吸毒暴力倾向，妈妈跑掉，一个人住在深圳，我怕他学坏。我说我有感动，我要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干女儿，养他养到他大学毕业。我太太说好啊，我们就一起在深圳麦当劳拿着那个小册子向他说耶稣爱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需要耶稣的爱。我们来看下一章。后来他信耶稣了，起先他说牧童我广眼兽，你不要怕，我跟你讲，其实越是这么讲的人越需要耶稣的爱，因为他心中非常的刚硬，他知道自己很多的事情非常的无能不能。结果他信，我有感动啊，我说是我要感动为他施洗，因为他不认识牧师。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我太太说好啊，我们就从台湾飞到香港，在那个老人院，这边是他妹妹，那边是他女儿。当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，我满脸的眼泪，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施洗。上帝的爱充满着人，爱的激励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当一个人的生命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，就会在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。新造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思想改变，因为我们想，以前想的尽都是报仇，后来一想就想到灵魂的宝贵，上帝的慈爱，
这一位真神就是人的心肠。我就说传啦、啊、传啦、啊、感谢主。现在这个女儿已经中专毕业了，最后一次见到她，不要给钱我啦，我已经毕业了，感谢主。第二个见证我们来看，就是台湾玉林奉献奖，就是刚刚2017年我在台湾得的。玉林是个台湾的财主，叫林玉林，他们有个宏泰建设公司，台湾首富，他设立一个奖，就是台湾玉林台湾奉献奖，奖金3000万。再下一张，有个小姐打个电话给我，刘牧师，我认识你30多年，他不是基督徒、哦、他说孙月孙叔叔在旁边反烟董事基金会，你就在旁边反毒，你们成协会，我观察你30多年，现在有这个奖，你要不要来参加？奖金很高，3000万。哎呀，我说不要搞我了，我做梦都没有梦过3000万，不要搞不要搞，这不是我们可以得到。他说你来啦，得不到也可以让人家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吗？好了，我就去报名。2个礼拜之后 CEO 打个电话，刘牧师你站稳哦。我说我站稳了，你干嘛？我说，他说哎，我说叫我站稳，莫非我得到了吗？他说恭喜你，你高票当选。我说什么叫高票当选？他说220个人申请，只颁一个奖，因为那一年台湾毒品非常的泛滥，所以他们就选到，直到我从事40年，没有收一毛钱，从台湾开到泰国、缅甸、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。他说这个人太伟大，我告诉他们是耶稣伟大，是上帝的伟大，这也是神奇，他们也听不懂。我去领奖的时候，9个评审委员都是政治大学法学教授团、律师团、社会名流。牧师啊，恭喜你，我们一致通过你高票当选，因为你这个太伟大。得到这个奖之后，我2个礼拜睡不着觉。你不要以为没有钱睡不着觉，有钱你也睡不着，我跟你讲，而不晓得怎么用，每天都在想多少钱给我女儿，多少钱给我儿子，多少钱给我孙女，多少钱我们两夫妻退休用。突然间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太太说：“哎，你有咩谂法？啲钱点样用啊？咁样。”我说：“我没有什么想法，这个钱是上帝给我的，我们就把这个钱奉献给神。起先我的想法是奉献给神，后来我跟说，哎，他们说啊，刘牧师奉献了上，我说不要说我奉献，这个钱不是我的，是上帝的，讲错了，要不然你搞得我骄傲，跟你讲。”不要说是我奉献，我根本就没有这个钱嘛。后来我就跟他们讲，从此他们都不讲。我说就奉献出去做福音解读。我太太一听了之后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主，你跟我的想法一样，想法一样就拍板喽。”感谢主给我的机会来向大家做见证。我请我们的团队一起出来，好不好？请马来西亚德胜总干事，还有村主任在这边，好不好？马来西亚德胜福音戒毒，他带我们来的，请来。我们都是过来人呐、啊，戒毒成功，还有台湾的哈，有流氓的，还有了脑性麻痹的都吸毒，他信了耶稣改变了。牧师，我要去宣教。我说你怎么走啊？你自己都站不稳。我就找了一个被改变的弟兄来帮他啊，整天陪着他。还有施冠军站这边啊，施冠军站这边，这3位都是台湾来的。还有华顺传道啊，你举一下手，他是中国来的啊，在我们中国福音界都戒了，自己在那边从事福音戒毒。最后就是师母啊，现在我请刘师母来做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爱我们。你从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虽然我们以前真的曾经吸毒的、败坏的，或许被世界的诱惑来跟随假神，做了很多愚昧的行为，你却没有丢弃我们，你也没有放弃我们。神啊，感谢你，我在福音戒毒台湾40年里面，看到很多人真的是在罪人中是最毁的，因为社会已经唾弃他们了，他们甚至关在监狱里面，没有人要出来，以后也没有人要接受他们回家，他们就在苦难里面，你就来寻找到他们。所以我跟他们讲，真的是你们是因祸得福的，因为上帝在你们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把你们拯救，所以我非常的受感动，这次的生命可以这样改变，所以我是非常的受到激励，看到上帝你的荣耀，求你继续恩待世界各地很多很多人在吸毒，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救一个人
也要救一个家庭，救一个家族。求上帝你大大的使用福音戒毒，在世界各地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